每天晚上看电视剧、滑手机、看抖音，导致不够睡，然后隔天非常憔悴。今天分享给你们这一个醒肤护肤品系列。其实他们这次会跟 Shopee 有这个双十一的特别优惠，你们错过一定会超级后悔，所以记得一定要看最后哦。今天主角呢就是 Mamonde 这个韩国牌子醒肤系列，第一个这个主角就是 Mamonde 的 Rose Water Toner， 90.97% 都是纯正的玫瑰水，它这涂上去的效果呢是保湿、清爽跟镇定肌肤，质感呢是非常水润，但是你涂上去的时候呢，它会有一种保湿的感觉，就是清爽得来又非常保湿。第二个步骤就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Mamonde 的 Red Energy Recovery Serum， 这个不一样的是呢，它的抗氧成分比起一般的维生素 C 来的要高个78%，这个呢你用了5天之后呢，可以提高你的皮肤屏障，说你的皮肤比较健康，不会乱乱爆痘或者是容易敏感，还有提高水分和让肌肤细滑，持续用2星期的话呢，可以让你的皮肤更紧致和提亮哦。它质感是超级轻薄，但是爆发力非常强，非常好吸收，主要是它的那个抗老效果非常的好。我这个上2层的话呢，可以达到一个巨补水的效果。 OK， 最后这个步骤呢就是熬夜的宝宝们要看这里的 Blue Chamomile Soothing Repair Cream。 通常我看到这种我超怕，因为会很浓很厚重，但是我这个时候我真的超级意外，它这个比起其他 cream 真的是很轻薄跟不厚重，你看带有点透明感，涂上去你马上 feel 到是不一样的感觉，一层薄薄的在你整个脸这样子，然后再排开，它这个是超级保湿，它是帮你镇定肌肤，然后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不会这么的累，还有它里面有这个 blue chamomile 的成分呢，可以帮助你减少泛红，5种不同的这个玻尿酸，让你在涂完之后呢，整个人好像睡了一个美容觉，容光焕发。好了，就这么简单，3个步骤完成我们的醒肤保养步骤。走，看到最后你们有好看 Mamonde 跟 Shopee 有合作这个双十一的特别优惠，就是你们只要买一他们就会送一，这巨划算好不好？ OK， 这一个先碰到我眼睛了， but I'm okay， okay。 所以我重复一下，这个呢是 for toner 保湿补水镇定，这个呢是超级抗皱抗氧化，美白修复保湿增加肌肤屏障，这个我觉得你们是必须买， OK。 然后这个呢就是不够睡熬夜的上班族还是憔悴的都非常需要这一个，这两个呢是买一送一，买一送一。那这个呢，你买这个的话呢，他会送你这个 sleeping mask， 这个我用了超级无敌香，而且超级保湿，你睡醒之后你的脸真的是整个好像做了一整个 mask 的那一种，买一送一，然后它原价本来是差不多接近200块，但是现在只需要2位数就可以买得到这两个了。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系列，这样子，我超级推荐你们这一个。So 就到这里啦，今天这个 Mamonde 的 skincare review for tired skin， if 你们有这种状况的话呢，非常推荐你们去尝试这一个 Mamonde 的，因为他们家牌子的护肤品呢，我都用过不少，非常适合敏感肌，成分也非常温和，不含有害成分，所以我是非常推荐给有敏感肌的宝宝们哦。这个优惠真的是很贼很贼，你们一定要去 try a case 哦，只需要去到 Shopee 的 Mamonde 就可以购买啦， Happy Shopping。